小曼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跟不跟我走？我不认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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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哥哥，钱是今生，是我亏欠了你，我哥哥，月儿，依娜。
我一直都知道你是慕远的投胎转世，但我很清楚你始终不是慕远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你原本的生活还给你的。什么意思？月儿，你醒醒！月儿，我将今生岁月给你的毒，只是梦还是有习惯，说不完相思。月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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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儿。因为六殿下送宴和前岛主花一男在圣上面前闹的这一出，使圣上千罪于嘉宁公主，而怪罪于花千岛。快！再说这圣上将花氏一族贬为庶民，赶出了岛主府。让我进去。走吧。而这云月面馆呢，也因小乙轻盈不善，关了门。再说这前岛主夫人的二娘呢，也因为受不了陆一匡身子的拖累而改了嫁。常裁缝挺好的，我改嫁给他呀。一匡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是啊，阿爹你就放心吧，我和我二爹会照顾好我二娘的。啊，若二娘把常裁缝给熬死了，我们再回头来找你。找你。而这故事的最后呢，前岛主用余生守护在灵树旁，这是他最后的精神寄托呀。再说这前半生是妖，后半生是活神仙的陆月儿，自灵树大战殒命之后也落下了帷幕，成为了经久不衰、口口相传的传奇人物。这就是若有来生见，定许千世缘的话本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。等等等等，你这是什么破话本啊？你这明明是篡改历史、胡说八道，你就不怕别人朝你扔臭鸡蛋？你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，竟敢信口开河质疑我的话本？你这么有能耐，你给大家讲讲看。我，好好好好好，
桐树大战以后呢，故事是这么发展的。月儿，月儿！哎呀，夫君，你吵死个人了，耳膜都快被你给震破了，吵死了。这怎么有只小海蛇啊？月儿，嗯，怎么哭了？自从寿宴上夫君救驾有功，圣上大为赞赏夫君。圣上也得知我阿娘当年是被人陷害，专门御赐了新的云月面馆的牌匾。阿爹呢，也在府医的照料下，身体大为好转。二娘、小妹时常侍奉左右。看老爷，来，吃橘子，力道还可以吗？阿爹。至于阿姐，好看，每天穿金戴银，还有穿不完的服饰，我俩也早已冰释前嫌。燕儿，你说我戴哪个好看？故事最后的落点，就在我跟夫君身上。苏若来信了。你看，杜若说他跟苏唐在西域待了三月，现在已经根据当地的风俗成亲了。说实话，有时候我还挺羡慕苏唐和杜若的，两个人悠闲自在，周游列国，过着闲云野鹤的神仙生活，令人羡慕。你跟我在一块还会羡慕别人啊？我当然是很知足的呀，不过，不过什么？要是天哥一人半，那岂不是锦上添花？夫君，现在才申时呢。反正，最后故事的结局，大家都是幸福圆满的，才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呢。就算这是真正的结局，但是悲情的结尾才能受大家喜欢吗？你不懂，捣什么乱呢？啊，对呀，你老乱呀！哎，等等，你刚才管岛主叫夫君，难道你是岛主夫人？哎呀，他是岛主夫人。我不是不是，岛主夫人花容月貌，国色天香，我怎么会是她呢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对，她就是岛主夫人。岛主夫人，再给我们来一段啊！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岛主夫人，你再给我们讲一个吧。啊，不是。岛主夫人，岛主夫人，哎呀，对呀，这就是吧。夫君。月儿，你就庆幸我昨日及时赶到吧。就算小满给了我们健康的身子，也经不起你天天这么折腾。哎呀，那只能怪我太受欢迎了，我已经乔装打扮了，谁知道他们还能认出来啊？小满，我们来看你了。青山漫漫，远山也来看看你。蔓延树根，浅浅刻着年轮，我还是一直在等。老木们爬满心，前生几次青春，遥遥远村，浅浅的口吻上，又是谁家心捧过人，满天星。
贤王哥哥。闲来无事，送你个小玩意。海螺，倒是没什么特别的。要是没什么特别的，我送你干嘛？你听，是海底的声音。就知道你会喜欢。你在花间岛修炼千年，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。等我们修化飞升之后，我带你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好吗？我觉得把宋爷埋在这个地方也许是他最好的归宿。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哦，夫君，嗯，我们还是早点回家吃饭吧。阿姐说他又做了羊肉人参煲。夫人，你这一天天的羊肉人参煲何时才是个尽头啊？赶紧用行动证明一下你夫君。啊，证明？证明什么？证明你略懂。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啊，不对，夫君，你为什么会略懂啊？玉儿，你就别问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什么，夫君，你说说，你是跟谁略懂燕儿的？啊？哪有什么为什么啊，赶紧回去吧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去了。你要是不说，今晚就睡厢房。还想让我睡厢房啊？